大家好，今天谈谈核能。核能是核反应中释放的能量，两种反应是核裂变和核聚变。核裂变产生的能量，核裂变是指原子和分裂为两个较小的核，这种反应的这种类型的反应，从非常少量的物质中释放出大的能量，例如由235微小颗粒的核聚变就可以释放出燃烧1000公斤的煤的能量。当由235原子吸收中子时，反应开始，也可以将中子攻击核电站的铀核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铀核都变成非常不稳定，并分裂成两个。该反应还会释放出三个中子和大量的能量。在核裂变中，反应中释放的中子会被其他的铀核获取，并引起裂变，就可以启动核裂反应。如果铀235发生核裂变，它可以释放大量能量。当铀235俘获一个中子时，它的裂变就开始了。裂变就像类似于燃烧一堆木头。如果看燃烧一块木头，那么燃烧的木头会产生足够的热量，开始燃烧其余部分，无需你再添加热量。如何利用核裂变产生的能量呢？如果核裂反应不受控制，它将立即产生大量的能量，这就原子弹工作原理。如果控制核裂反应，其他能量的核速度会变慢，这就是核工厂工作的情况。可以通过将不发生裂变的材料放掺入到裂变材料的心中来控制反应，来自受裂变的辐射。人们加热于水，并将水转成蒸汽。高压蒸汽推轮的涡轮旋转，涡轮的涡轮机带着发电机，从发电机开始发电。核裂变的好处和风险是什么呢？大部分电力是通过燃烧煤与其他的化石燃料产生的。这会导致空气污染、酸雨和全球变暖，化石燃料也终于也最终也会消尽。像化石燃料一样，放射性元素的数量也有限。实际上，放射性元素很可能很快就会用完。核裂变不会导致空气污染，这是利用核裂变作为能源好处之一。主要好处，使用核裂变的主要风险是核辐射。核是核电厂事故会释放辐射，危险人类以及其他生物。即使没有事故，核裂变反应后留下的废燃料也依然具有放射性，并且非常危险。它们的癌变需要数千年时间直到不再释放有害辐射为止。因此用核废料必须安全的存放。如何利用核聚变生产能量呢？核聚变与核裂变相反，在核聚变中，两个或者多个小核结成一个合成一个大更大的核。例如两个氢核属属核形成氦核，同时释放出中子和大量能量。实际上，核聚变比核裂变释放出更多能量。在这种核聚变反应中，两个氢同位素的融合在一起，它们形成氦核、中子和能量。在太阳的其他恒星中，氢的核聚变形成氦，它在极其高的温度下发生，那是因为需要大量能量来克服带电的原子核之间的排斥力。太阳的能量来自于太阳中心的核聚变，温度达到数百万度。太阳系的全部能量来自于太阳内的核聚反应辐射出的能量。如何利用核聚变呢？和核裂变电厂一样，在模型的核聚变反应堆中，核变聚变
产生辐射，用于加热与水，并进入高压蒸汽，然后高压蒸汽用推动涡轮机并发电，可以渐渐地寻找地球上产生受控制控核核聚变反应的方式。他们的目标是发展核聚变电厂，将氢核聚变生产的能量转换成电能。将核聚变用于能源有许多优点，并设计危险的放射性的同位素的核聚变不同，核裂变不同，核聚变需要的材料是氢和氦，这些元素都是无害的，且非常丰富，排出里有大量的氢，1,000,000水中的氢通过核聚变产生能量，与燃烧1,140升的汽油一样多，海洋的氢气能很长的时间为全世界人提供能量。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核聚变呢？不幸的是，利用核聚变能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个问题是，温度要达到非常的高达足以发生核聚变的温度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在这种高温仅在等离子体状态下存在，尽管可以使用磁体，但没有已知的材料可以包含等离子体。那是因为等离子体由离子形成，并对磁反应磁性有反应。和那个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式，世界上最著名的方程式可能是 E 等于 MC 的平方。它改变了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中最两个基本的概念，物质和能量。该方程式表明的物质和能量同一式是两种形式。它还显示了在物质能量之间的关系。那么爱因斯坦的方程解释了核能的原理。方程中 E 代表能量，M 代表质量，等式中的 C 是常数，它来代表光速，光速每秒是30万公里。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意味着给定了数量的物质中的能量，等于其物质乘以光速的平方，即是个很小的质量，就是巨大的能量。假如你有1克的物质，但是一个针对的质量，将该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，即可是足够的能量，以为3,600户家庭供电一年。核反应中的质量和能量，当放射性的同位素和核发生裂变时或者聚变时，它损失的质量很少，失去的质量怎么办？它并没有丢失，它转化成能量，转化了多少能量呢？E 等于 MC 的平方，质量的变化很小，但会产生很大的能量。物质恒大的能量，恒量定律是怎么回事呢？它们不适合用于核反应吗？我们只需要把它结合起来，即可。核反应中的质量和能量的总和是守恒的。质量可能会变成能量，但是质量和能量的总和保持不变。我总结一下，核裂变是指原子核分裂成两个较小的核，这释放了大量能量。核电厂用核裂变来产生能量发电。核聚变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较小的核融合形成一个较大的核。聚变释放出的能量比裂变还要多。研究人员正在试图找到一种方式，利用核聚变产生的能量进行发电。爱因斯坦的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表明，物质和能量是同一回事，事物的两种形式在核裂变和核聚变中，少量的物质变成大量的能量，能量等于失去的物质的质量，乘以光速的平方。今天就先到这样。